哎，下雨了！哎呀，这净是呱嗒的。哎，现在是不是停了？没停，还是有点下，还是有点下雨啊。哎，旧金山、唐人街，从这离开了。我怎么后衣兜里还有一个手机？整这么多手机啊，都是手机了。是不是已经停了呀？好像又停了，好像。唉，这天，有人打伞，有人没打伞啊。有点寒凉啊，气候。感觉好像不下了，应该是不下了。欧了。把这个伞收了得了，伞收了得了，不跟他费劲了，不跟他费劲了。哦，我把手机放进了啊，手机，这么多手机，手机多了也麻烦。这个车座也湿了，车座湿了。拿衣服袖子蹭蹭吧，净是刮大，净是刮大呀，红灯，现在算是。下班的高峰吧，你看有的打着伞，有的就不打伞啊，有伞也收着待着。把这个扣系上。冷啊！手套也戴上，手套。动手。这雨好像也下不大。所以趁着天不是太黑的时候，一路狂飙回去得了。哎，也飙不起来呀。哎，走了。感觉现在天应该逐渐变长了呀，好像还是比较短。旧金山这边是堵车呀，这边，这块儿挺热闹，这块儿。我直接推车推过来了。把这个雨伞往这边放放，放这边。净是刮大，净是刮大。
今天跟一位小老乡交流，在微信上，他说想来美国，还是觉得在国内生活压力大。我跟他说，其实你在国内看到的一些文章呀，一些介绍啊，可能是一些软文啊，可能他们所说的情况呢，并不是实际情况啊，可能有的是为了宣传某种业务，对吧？啊，可能会说这边特别好啊，怎么着？我说可能等我有时间的时候跟你说具体的情况吧，因为我是的确是太忙，现在在躲着一些事情啊，能躲就尽量躲啊。我觉得自己的性格还是比较静啊，偏静啊，不想弄得生活太热闹啊，所以就是想着尽可能静静的生活就好了。这边，哦，这个大车在这儿，连挡着。可以过了，清冷的天气啊，二哥，特斯拉这个白色的车，不下来还挺好啊。我记得在疫情前，我骑着我那个小黄在路上走，下雨了就穿雨衣，刚把雨衣穿好，它就停了。想想就把雨衣脱了，刚把雨衣脱了又开始下，哈哈哈。后来想想，那再穿上吧。穿上之后又停了，就折腾我。后来折腾的受不了了，我说这正逗人玩啊。还有这个特别大的雨呢，并不多，都是相对比较小的雨啊。从这边上走吧，这样安全一点。省得到路上跟那些车去挤啊！现在路上的行人比疫情之前少多了。小火车，这个衣服穿的，裙裾飘飘啊。其实有好多人，包括家人、亲属、朋友，都希望我在美国这边考律师。但是呢，我不想这样做，一个是没有兴趣，另外一个是，我不想在这边有特别多的牵绊吧，啊，就是想简单一点啊。因为律师呢，需要你非常负责任的去帮助客户办理案件啊。我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所以呢，如果我做律师的话，可能会特别累啊，会
会把头发弄光，身材变形，血压升高，心脏出问题啊，所以我想的还是像以前在国内，大宝妈妈，找人给我算卦啊，其实是大宝妈妈的妈妈，就是大宝的姥姥，她有那个算卦的书，就是翻的某一页啊，怎么着啊，就能够知道谁的运势啊。后来说我短命啊，这个让我心里有点，虽然我不相信这个，但是还是觉得心里有点不得劲儿啊。还是有点不得劲儿啊，还是有点不得劲儿，所以想着就改变一下运势，对吧？命是可以改的嘛。邻居是前几天说一句话，命是可以改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就不走一个正常人会认为的一个在美国打拼的这么一个故事啊。本身我的确是对财富并不追求啊，我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我真的并不在意啊。年轻的时候可能在意，但是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有些东西就放下了，看得很开了，只是想着省心劳力的活着就挺好，多活几年，而不是想着要多风光，要赚多少钱，对吧？完全无感，没有兴趣。很多人希望把我打造成一个在美国拼搏的一个样本啊，比如说在美国考律师，拿到律师牌照，赚比较多的钱，晋升一个所谓的精英阶层啊。但这个恰恰的确是我不想要的。以前我在国内其实也算还不错，在出国前呢是也是所谓的仲裁院的院长啊，手下有几个人，有一辆车，也有一定的权力啊。但是我对这个真的是完全不感兴趣啊，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像有人所说的啊，你这个位置好多人想争啊，但是我觉得呢，谁要争谁就争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真的是并不在意。我觉得人生的快乐主要来自家庭，而不是来自所谓的事业啊。而且我认为，好多事业说白了就是职业啊，就是人作为一个动物生物能够活下去的一种方式而已啊。我不觉得职业方面有神圣与否的区分啊。我觉得任何一种职业，正当职业都是应该值得尊重的啊，并不是说你当法官就高贵，你去给人掏马桶就低贱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当一位朋友说，在饭店打工多丢人呢，我就对此不以为然啊。我觉得，只要能够诚实劳动，很坦然，问心无愧就挺好的呀，对吧？没有必要过多的给一些工作标签化啊。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啊。我也并不以别人做什么工作作为判断这个人成功与否，或者尊重他与否的一个标杆啊，完全不是。美国这边的好处呢，也就是在于在这边可以麻木一些，可以身心放松一些，可以回避一些东西啊，它可以躲开国内的一些纵横交错的七大姑八大姨，但实际是一种躲避，因为华人，尤其是老华人，最后他去世了。有一些呢，还是把骨灰拿回家乡埋葬啊，还是有家园情怀的，还是有的。尤其是人年龄大了，有一种叶落归根吧，都有这种心情啊。一般来说是这样，可能当你年轻的时候，并不觉得走来走去有多么辛苦，你的身体、体能各方面都是峰值。啊，不管怎么折腾，你都没事儿啊。但是呢，当你身体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人都变了啊，你整个人都不在状态了，可能会得出跟之前的结论正好相反的呵呵一种推断啊，一种规划啊。所以事实上，有些人是可以有精力把自己
折腾到国外来，但是呢，他们没有精力再把自己从国外折腾回国内了啊。首先是经济方面、精力方面不允许，另外一个是之前的位置已经没有了啊，这是一种挺悲哀啊。这就类似于有一个人离婚了，后来想复婚，但是呢发现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哎，有些职业的选择、婚姻的选择，并不是说你离婚了，你就脱离一种桎梏，你就会找到好的，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可能你离婚了，你找一个还不如以前呢，对吧？可能找得更糟，可能会后悔啊。出国也是啊。那么你在国内的时候想着，哎呀，国外空气，挺新鲜，人少，资源多。挣美元，1美元能顶7块钱人民币啊！但是真正你到了这之后，你发现你失去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感啊，一种种族的同一性啊。比如在国内，大家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对吧？黑头发、黄皮肤。但是到了国外呢，就会分成各种的小圈子啊，可能你会受到排挤，甚至受到这种欺凌啊。就很麻烦，也就是说，人生总是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啊。你从这个坑出来了，你觉得哎挺好，但是呢，扑腾一下掉到另一个坑去了啊。只不过中国有中国的好，也有中国的苦，美国也是呀，美国有美国的好，也有美国的苦。这种苦呢，就是一种内心的缺乏归属感，以及没有根儿的感觉啊。觉得不是这不是扎根的地方，虽然华人多，但是呢，大家也很难抱成一个团儿哈，只是一个松散，一盘散沙这个样子，而且治安也不好，这边的治安也不好啊，华人呢容易成为被袭击的对象啊，你看流浪汉衣衫褴褛的，也挺吓人啊这边，唉。很复杂，这里边很复杂。后来我把我在疫情前拍的旧金山那个庆祝中国新年大游行的那个晚上舞龙那个视频发给我那个小老乡，我说你看看这个吧，了解一下旧金山这边的样子啊，是怎么一个情景啊？我觉得呢，就类似于人们在考大学之前。憧憬着大学校园的美好、浪漫，以及这种轻松的氛围。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基本上都会失望啊。你所憧憬的跟你实际所感受到的反差特别大啊，反差特别大。跟人的接触也是啊，无论你接触哪个男神或者哪个女神，你看他的照片，看他的各种搔首弄姿啊，很诱人。但是真正跟他生活在一起，觉得哎也是吃喝拉撒睡啊，也是很俗啊，很俗气。前面又出什么事了吧？警灯在那闪烁，这些流浪汉动不动就打起来呀，或者怎么着，就很麻烦啊，这边很麻烦，完全是无序的这边，乱套的。哇，这几天挺冷啊！这天比较寒凉，但不是特别嘎巴嘎冷啊，是比较寒凉。唉，走散了，走散了。有谁受伤了吧？有人受伤了，可能往车里抬呢。这天，如果这个天让我在外边住2宿，我就可能就挂了。老美没事儿啊，皮糙肉厚没事儿，我这不行。唉，你看一下雨，这个地面就有这种黄光啊。唉，这边是一个大剧院啊。其实，人真正需要的物质并不多，你能吃、能穿、能玩的，其实也就那么点东西啊。而且有不少是商业化的，
是很让人恶心的东西。为了赚你的钱而精心的谋划的，创设的一种场景啊，比如说所谓的迪斯科舞厅啊，通过这种光怪陆离的灯光，让你有一种幻觉啊。但是仅仅是幻觉啊，幻觉对人体这种刺激呢，其实是一种伤害啊，是没有办法滋养人的。所以还是清淡一些最好啊，不要去追求那种刺激啊。但是年轻人可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再追求刺激就不对了。九路公交车，哎，过来了，正好到前面就没那么热闹了，Ocean 走吧我。Day after day, and it doesn't go insane 这个歌词不对啊。I hear your laughter, I take the cheese, and it doesn't go insane 这是做甚？这是整一个什么架子？人还在这掏垃圾箱呢，好可怜啊！所以美国这边讲仁爱，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浪汉呢？怎么搞的呢？怎么被弄到大街上去的呢？就是推特大厦，推特大厦也就这么回事儿啊。有些东西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能咋呀？哎，有啥呀？是吧？很多东西就是一种神秘感啊，就像收拾鱼似的，构造的差不多。你收拾完一根鱼了，再收拾第二根鱼，就基本上知道构造了。哎，所以有些东西其实，当你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就觉得没意思了。初代，初中的初，世代的代。哎呀，冷啊冷啊！FedEx 联邦快递。其实人到最后就是一张床，一个饭桌，还有算了。哎，其实是这样，最后都走上老人院了，就是只是房间的一个床位而已啊。哎，所以就是在没有进老人院的时候呢，好好的去感受，好好的去活啊。剩下的之后呢，就会。要往回收，逐渐的往回收。唉，看这边，24。这块过来。公交车，七路公交车，七路，七路公交车，绿灯，Go，Let's go。我这个自行车是白色的，还不错啊。白色的自行车还是比较醒目啊，晚上、白天都是啊。黑色的柏油路上，黑白分明嘛。一般白色的车也更安全啊。唉，
I hear your laughter, I take the cheese, and it doesn't go in C。现在歌词，其实以前歌词就没有弄出来，年龄大了更没有兴趣去研究歌词。哦，这哥们儿闯红灯，是老外，老美，这素质太差了，什么素质啊？竟然闯红灯，冷啊，冷啊，冷啊！这条街还是比较热闹，这条街，我应该戴上口罩。等会儿我戴上口罩，我戴口罩，太冷了。哼，匹诺曹吗？这不是，上面匹诺曹吗？长鼻子，